我了吗？他踢人了。干嘛干嘛？我们来玩一个笑话。好啊，怕你。玩什么？就要玩大风吹。好哎。大家看到雷神出题。雷神唐出题。哼哼，我们来吹坐在椅子上的。靠腰，会死。还我玩具，还你玩具。International 我是来自 America 最 international 的美国队长。好了 ，sorry， 你真的有那么的 international 吗？好了，很累了，哎，等一下，看看我们现在的阵容。哎，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号称全世界最快的男人吗？在这里。黄景莹，谢谢。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快影，大家有动作很快，速度很快，打手。机很快啊，好，但是你们都错了，我会这么强，那是因为我有时间停，时间停止器，上。他也随着联盟内的各个英雄经历各种大
小炒，例如沙姜汁。哎，等我啦，等我。快点，快点。小蜘蛛在沙发了，哎。等等，等等。他刚不是说有蜘蛛在沙发吗？还是有蜘蛛在沙发？有蜘蛛啊。有蜘蛛在沙发啦。哦，有蜘蛛啦，我知道了。猪啊，猪啊！最近也炒蟑螂，这他妈多。告诉你们一个小消息，其实学校的断层带都是假的，我们学校是看到一只大蟑螂被生的。没事。你咳得很严重哎，来，咳嗽，来，来，这个吃下去，包括你尿道变粗，来。大哥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的二号候选人，美国队长。那请大家一定要把票支持给我。二号，动顺。二号，动顺。二号，动顺，动顺，动顺。现在这里就跟大家讲好了哦，如果我成功当选的话，我一定会谦卑、谦卑再谦卑。喂，什么？有好消息？哎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你说玉芬姐姐这次代数要开补考？哇！你们说真的是那个要出国的玉芬姐姐要开补考吗？对，就是她要考补考。我先走。哇！虽然这些任务都困难重重，且危在旦夕。但一群超人都能顺利将之完成。不过有一天，联盟中却发生一起令人毛骨悚然、不寒而栗、骇人惊闻、骇人惊闻，却又可歌可泣的杀人事件。哎，好毛啊！那我们只能复仇者联盟啊！杀僵尸，周边线感，竞选，消毒。哦，都是消毒水味道，我去洗个澡好了。哎，你呢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没事吧？刚烤好简单了，披萨 OK 的。左手不会洗。对啊，我披萨。哎，你来，哎，昨天不是要晕掉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掉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来来来，嘉庭老师有教我金手指剑在派上用场。嘿，哎呦，他怎么挂了嘞？赶快报警叫救护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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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，我是叫。
历经警察搜证、拍照，大约过了一小时，现在是晚上11:30。我是旁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武林广播电台。武林广播电台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跟着拍照了，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法医怎么说呢？根据我们法医的判断，这位死者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早上8:00到8:07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既然法医都这么说了，经过我严密的思考，我怀疑凶手就是你一拳超人。我？不然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进入我们复仇者联盟的大本营呢？没有错，而且你一个月前才刚加入复仇者联盟，你的嫌疑最大。你一定是敌方派来的卧底。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可是当初是你这么轻易就让我们加入复仇者联盟嘞？别再狡辩了，说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既然你们在问了，其实我是黄奕。你说你是黄奕派来的？等等，我还没讲完。我是黄奕他妈黄妈派来的。天哪！你承认有派来的，我已经怕你了。你要是违规派来，我打到你一巴都不出来。敌人的身上有一根毛哎，可是一拳超人身上并没有毛。对哦，这个毛一定是凶手跟敌人打斗的过程中所留下来的。我们这里的毛最多的是，花烧小，还好。台湾人最爱骂的安娘吗？难道一时程序行？没错，他一定是给我们时程序
脏话了，就是你死士。哇，是我，就是你兄弟的扁哥。扁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武林高中的旁白。其实呢，你们打错人啦、啊。我们打错人了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呢有神奇的命运扭转器，可以扭转你们任何曾经犯下的错误。倒带。原来我们打错人了、啊。那就让我找找看到底有什么线索好了。哎，你的身上有这个怀表哎！哎，那个怀表，我们快银不是最喜欢拿这个怀表吗？没错，难道凶手是你？什么怀表？我身上根本不是怀表这种烂东西，我身上是。敢怀疑我，我笑死你了！知道了，厉害了吧？有那种东西？哎、欸，这边有块红色的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好像是从那里脱落的，从哪个腿上脱落下来的？哎、欸，我看，我看，喂、欸，这个美国队长盾牌，美国队长身上盾牌，哟、哦，掉的漆一模一样哎、欸。2H3K 一次2个小时跑完3000。
年来发生什么事吗？点点滴滴，记得，我都记得。